恁个咋了你们三个以为陌生人带走哥哥了他们去前面看那个牛去了，我们去看看。我们在陆续的有牛妈妈生宝宝，所以今天这个叔叔说，哎，提蒙白蒙。哦，在前面有一个牛，在它的宝宝生到一半就出来出到一半，那我们可能要需要去看一看是难产还是怎么回事，有点远啊。小牛的脚出来了，感到倦足了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实际上如果是他自己可以顺利的生产的话，不需要人过去的，但是他这样已经比较久了，我们怕小牛在它肚子里会失气。这么大生活都是小气怎么了，咻咻咻五个字有点危险，我们都不敢靠近。刚刚有一段时间是我自己在压整只牛，不是干的，过，不是干的。看我们家牛啊，今年的牛，女宝宝非常少，那个
喂，你看出生几天之后就会这么白白净净的，多好看！没事喽，没事喽。来，坐坐，有了啊。哦，鹅蛋，鹅，那个螺丝就没事。哼，干啥过年？干啥去不了？对的。我们那边你得那个过生活的事。俺螺丝这个事好多年呢。俺有你吗？我来开着我的小摩的来取草。你好，您的外卖到了。哎。您好，餐齐了，需要饮料吗？不要啊，好的，祝您用餐愉快。